开始报告。先止血，先止血。哎呦！小秋，你要跟太子略微说一下，谢谢太子。因为只有前两段货，都是有太子那个半段画的非常好，再打算再这四年会有点，太子公子一直是压了，把太子的气息压掉。把我压掉，气息，气息，气息。原来是能压我，不是我压你吗？不是，好的。太子要顶住，不要被他们压掉。他们很弱，他们很弱。啊？是。什么？公主多压。等一下，我来处理。好。不是很说你气不过还是怎么样？公主是什么？就是你们练气。然后太子来感受你们气够不够，这样的你那边，我们是这样子的，对。你们要用什么？你们决定，就是重点就是把太子的气压下。哎呀，太子好整一下。哇，那你还得多多给我们加好吗？太子可以单手帮他。我什么都不做，你画一个圈就好了。你也可以指导他们。东西照着怎么打都打不进去啊。
你想办法啊，法是可以破的啊，看你的能力啊。How are you? In view, in this here, ah, I am. Who in in?感受什么就破什么吧，能力的问题。
请加入会员，希望能够继续支持。